年前的确有植入，但我失败了。对，所以我现在就是在重新调养身体，然后让自己修复一下，会很难过。然后我现在修复好了，身心灵都修复比较好一点，我还是会再努力的。对，我会尽力。你的目标有到几岁或什么时候是一个停损？45之前吧，这是我的想法，因为不然再，这就是我为什么这么急。我觉得我再玩下去就会很累，第一个身体上会负荷不了。而且还有卵子等动，只剩下一颗，是，就是那一颗，所以很珍贵。因为前面那颗用完，就只剩下那一颗。因为我觉得我不想要再去，就是目前啦，因为我现在状况，我也不想要再做第4次疗程，这样子，就想说就顺其自然，放过自己啊。